端午节龙舟比赛开始，我要拿第一。白雪，单人比赛你竟然带队友，哈哈，我是黑暗王国的人，不能算，我一定要超过白雪，装扮我扔，这样滑得轻。我可以帮你，不了小女巫，我要靠自己到终点。小精灵，快给我奖励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第一名呢？好啊，小朋友们都告诉我了，白雪美人鱼，你们的行为是作弊，我要惩罚你们。不要啊，有了，你们给凯莉做粽子吃吧，谁做的最好我就原谅谁。好吧，我先来，我选三号材料，我做红枣粽子。再选择一号木板，我做肉粽子，凯莉肯定很爱吃。我选四号材料，什么，怎么是辣条呀？我再选二号，天哪，是芥末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喵喵喵啊，好辣呀，真难吃。喵喵喵，好甜的红枣，我喜欢。这是谁的粽子呢？这是我的粽子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到底是谁的粽子吗？好啊，白雪，你又骗我们，我错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